好累哦。礼包商店也讲了嘛。这什么意思？神农巨匠跟金农巨匠。这免费是什么？轻点了。好吧，先玩一场。最近莫名的又起来了，看来是红到家了。它可以免费自动吗？不行。但是你可以长按啊，或者是你们可以用一些道具啊。我觉得这些会这么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所以最近捕鱼手游都非常的红啊。而且你看一下我的钱哦，哦，你看他有穿至臻呢，他怎么看到叫谁？啊，我在哪里啊？他是关于，哎，他现在免费给免费体验呢，好好。这奖金是什么？那可以升炮。这些这么猛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送很大，我们这边就赌到 max， 赌到450。